包奖大人转男孩今日举办首映会，导演率领23位演员现身西门红楼。因今日花莲强震，卢广仲也表示会将今年校园巡演酬劳全数捐出。全体演员也在台上献唱一定要相信自己，为花莲祈福。明天过去，今天过去，就让我轻轻睡去，睁开了眼，明天会美丽。今天过去，今天过去，疼痛会过去。这次花甲彩蛋有已逝巨星诸葛亮，而卢广仲被封为嫩版诸葛亮，他谦虚的表示会继续努力，像朱大哥一样带给大家欢笑。我会继续加油，我觉得可以，如果可以像朱大哥这样带给这么多人欢笑，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幸运、很有福气的事情，所以会跟大家一起加油。ETV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